有请主持人王莹。欢迎大家如约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相亲相爱》，我是王莹。本节目礼品由黑龙江知名珠宝品牌哈东祥提供，悠悠黑龙江百年哈东祥，买珠宝首饰就到哈东祥。其实啊，爱情就是在一座叫做缘分的桥上相遇，喝一碗叫做相思的汤，拥有一颗不变的忠心，然后呢，两个人过一种叫做平凡的生活，彼此牵手，过一条叫做一辈子的路。好的，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会因为倔强，因为无知伤害到自己心爱的人。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变得成熟，变得坚定。那首先就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成熟的女嘉宾们。大家好，我是李岩，家来自双城，今年25岁，是一名导购。大家好，我是姜薇，今年30岁，来自哈尔滨，目前是一名销售。大家好，我叫焦欣欣，今年29岁，来自哈尔滨，目前从事销售工作。大家好，我叫关欣，今年24岁，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目前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大家好，我叫吴婷婷，今年26岁，来自哈尔滨，目前是一名幼师。大家好，我叫王红月，今年24岁，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然后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大家好，我叫洪梦琪，今年25岁，来自哈尔滨，职业是企业管理。大家好，我叫张雅雅，今年32岁，来自哈尔滨，我的职业是模特编礼仪。同样欢迎我们等爱席的姑娘们，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情感导师龙广电10+节目主持人陈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峰。恋爱和婚姻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儿，欢迎大家快手上搜索陈峰说，陈峰呢用视频用直播的方式再给您一一的解答。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相亲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姑娘们把灯亮起，寻找真爱。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位男嘉宾啊，可以说呢，跟他在一起，你会每天都品尝到甜蜜。那他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我叫汪胜明，今年27岁，来自哈尔滨，是一名西点师。毕业后就踏入这个行业，一晃已经4年多了。生活中的我有些直男癌，也有些中二症，但我还是个善良的人。休息的时候，我喜欢运动运动，或者安静的下下棋。上学时，由于不太会追女生，所以我没谈过恋爱。毕业工作后，身边也没有适龄的女生，所以我在感情方面一直是张白纸。现在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我想找一个女朋友，希望你性格外向一些，我们的年龄不要相差太多。你愿意做我的初恋吗？有请汪胜兵。大家好，我叫汪胜兵，今年27岁，是名西点师。你好，胜兵，这端着一盘西点就上来了是吧？对的。啊，你自己做的？是的，是的。你是真知道，我现在真是饿呀！我这看着他，我现在觉得我这眼睛都冒绿光。这端着这么多是想送给我们的女嘉宾们是吗？想让他们尝一尝啊，让他们尝一尝是吧？啊，有我和我们陈峰的份儿吗？不，这个问题这么难回答吗？还想一想。他数呢，他数多少份儿，看够不够？哎，这一天呢，我就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啊，帮着你啊，这个跟女嘉宾们牵手啊，你看看你这带点糕点都没有我的份儿。您先行。啊，数够了，发现真多一块，是不是？没事，我不吃了，让我们女嘉宾吃吧。那好吧，那就把你的礼物送给我们的女嘉宾吧。看了一圈哈，借着送西点的机会，现在已经对我们的女嘉宾们长什么样啊，大概是什么样的性格有所了解了吧？对，啊，有机会可以凑近看看。啊，是不是得凑近看看？眼神不太好，是不是？确实有点。啊，那现在已经心中有了那个喜欢的人选了吗？有。啊，好吧，来选择一下你的心动女生。好的，选择了你的心动女生，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交流哈。那从这个我们的 VCR 当中看到你是一个西点师是吧？对对对。嗯，大概做西点多少年了？面点的话应该是4年了，然后西点的话有2年多。我之前是做面点是吧？对对对。那我们女嘉宾有没有爱吃面食的？我不爱吃。你不喜欢吃面食啊？对，我不喜欢。应该都喜欢吃个什么小蛋糕、甜品什么的吗？对啊，我不吃。你不吃啊？你不爱吃甜品啊？我不爱吃甜品。我就跟我。就是姑娘，有的时候我觉得啊，你是来找对象来了，你得给男生留点机会，留个口。对，你看人家做甜点，然后你就说不吃，你就拒绝人的意思呗？我吃吗？我吃，哎。刚才的这个甜品好不好吃啊？好吃，是不是还不错哈？啊，可好吃了。喜欢吃包子、饺子。包子、饺子是吧？带馅儿的对吗？啊，包子、饺子之类的你可以吗？可以。都可以是吧？对，都可以。什么馒头啊、花卷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是吧？对对对。他之前做面案的。做面啊，之前是面案是吧？做面案，在这个饭店后台，比如说饼，各种各样的都可以，是不是啊？对，嗯。你除了西点和面食，会做饭吗？会的。拿手菜是什么？拿手菜，葱香山药跟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前面一个叫什么山药？葱香山药，我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山药葱香。还可以葱香的，哎呦。嗯。厨师学校学的是不是啊？自己学的。自己发明的是吗？啊、那这不敢，这个菜一直都在，只不过吃过之后感觉好吃，然后自己就做出来了。哦，女孩子喜欢，平时喜欢就是吃一些好吃的吗？武浩，嗯，这2样菜怎么样？没吃过。有兴趣吗？2样都没吃过。宫保鸡丁你没吃过？是甜的吧？酸甜口的。我不太爱吃酸甜的。我可以做咸口和辣口。你看，为了你可以做咸口，可以做辣口，怎么样都行啊！这小伙子一看就是很随和。多好啊！找一个厨师的一个老公，对，未来在家里边天天享福啊，多好！对对，不用做饭。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在那个VCR里也说没交过女朋友，27岁了。为什么一直没有交过女朋友？一个非常大众的话题吧。嗯。上学的时候家里不让啊。啊，然后等到毕业了之后。后来呢，就腼腆害羞又不敢追，是吧？主要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吧。啊。像在后厨，基本上是那个同龄的很少。哦，那你现在是面包房吗？还是什么呀？面包房。面包房不应该有女营业员什么的吗？人家有老公。哎呀，那也不能光围着锅台就附近这转呢。今天人多啊，今天10好几个呢，台上8位，下边还有。对。主动的跟他们搭讪，好不好，小伙儿？好的。你抵抗过你的父母就是谈恋爱吗？就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抵抗过，然后失败了。小伙儿，这里边有陷阱。嗯。就是他们怕你是妈宝男，就你妈不让你干什么，然后你就不敢干什么了。你是这样吗？还是你有主意的？就是你现在也27岁了，不是说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还是你有自己的主意？当然有自己主意了。哎。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陈峰老师，你看他一个女朋友都没有交过，上学的时候妈妈说不让谈恋爱，他就真的一个都没交过。就是你们看啊，这个里边有性格，就有的男孩的性格就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所有的男生都会甜言蜜语吗？不可能。对，他就是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你听他到现在为止他表达也没表达出来几句话。对，所以他就属于那种吧，到闷葫芦倒不是，但是属于性格肯定稍微有点害羞的、腼腆的。就是记住了，这样的男生以后估计也不会出轨，你借他个胆儿，他也没那本事啊。所以就是一张白纸，你怎么写怎么是。对对啊，所以就是姑娘们，如果你们想要一个安稳的踏实的一个老公，他显然就是这种的。嗯，就是平时呢可能不太会逗女孩子，是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想要去跟女生说话聊一聊的时候，又觉得重了，人家又不喜欢了。那你多练呀，你看书啊，你学呀。哎，这样吧，我们今天现场让你演示一下好不好？我们找一位女嘉宾，然后让她演示一下怎么撩女孩子。跟2号来演一下怎么撩女孩子。你现在喜欢2号，怎么办呢？还真没想过这个。那我走了。走了。小伙儿有那么难吗？你就说一句，宝贝儿，你在干嘛？我想你了。对呀。就这么简单，张口不就来吗？你这样吧，你既然学不会这，咱反撩一下。二号，你撩一下他。我也不会呀、啊。你们俩可以凑一对儿啊！我发现，啊，就天天在家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吗？是你刚才说你之前什么都听你父母的，那如果你处了一个女朋友，你父母要是不同意怎么办？这个不会的，他们很着急。就是这个时候完全是跟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是吧？自从我放学，他们就一直着急。哦，对，哦，就现在领回一个姑娘，他们就同意，是不是啊？就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是吗？对对。那聊到这儿的话，我们现场的女孩子们，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选择呢？请用灯表示。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男孩子也是选择了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在场的女嘉宾。第一个问题，你会和一个没谈过恋爱的男生在一起吗？想问谁？这上面选吗？被选席也可以。子越，因为可能我是比较任性的那种人，然后我应该不会选择一个那样的人。所以其实你是说你不会选择，是因为你是想这个男生会哄你，对吧？对，因为可能我比较事儿多吧，然后就是各方面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不会说出来，但是自己心里会去想，我不舒服什么的。就是时间长了下来，可能小事儿吧，自己觉得没必要说，但是吧，偶尔还是会想起来，觉得还是不好。身边就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女孩，你得猜她的心思，因为她生气了，她不会说哦，明白吗？你得猜她为什么又生气了，我有哪句话说错了，你就得这样。然后呢，就是只要她生气了，你别管怎么地了，反正你就得道歉。好吧，那第二个问题，你觉得直男和暖男哪个更适合结婚？想要谁回答？六号。我觉得暖男吧。还想问谁？那我们就两个留灯的女孩吧，好吧？4号。我也觉得暖男吧。暖男更适合结婚，你自己认为呢？我认为直男也没那么想象的那么不好吧。所以你其实更倾向于直男，因为你觉得自己是直男。你要想好了，你要现在选直男，他们就认为你不暖。不暖就是不会关心人，不会顺从，不会哄人。好吗？来第3个问题，你希望以后的生活中每天都能吃到甜品吗？我还行吧，一般喜欢。子越是比较酷酷的那种女孩子哈。我觉得子越是事儿事儿的女孩子。Oh no！ 是比较自己都点头，比较喜欢作的那种吗？对，小作女之类的。对，我估计她没过个27、8岁，这个性格很难能够彻底的改过。她也想改，但是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哈，看他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感觉劲儿劲儿的，天天是不是？就我年轻，我为什么不劲儿劲儿的？对。好吧，那我们的3个问题已经问过了，我们在场上的女孩子，你们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呢？请用灯表示。女嘉宾会如何回应？广告之后更精彩。陪我幸福过一生。3个问题已经问过了，我们在场上的女孩子，你们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呢？请用灯表示。果然，如陈峰老师所说。就是小伙，今天吧，我观察了一下舞台上的这几位啊，就没有那种一看就是贤妻良母，一看就老实巴交。一看就是到了27、8岁，我就是想找个老公，然后我天天手扑哧的围着锅台，围着这个老公和孩子转，就这样的女生她会选你。但是今天你看啊，我就一打眼一看，就是全都想要那种的，就是他们想要浪漫，他们想要爱情的，想要电视剧里的那种爱情。对，而你呢，一看着就是一个老公，对，而可能跟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浪漫。好的，现在呢，我们的女孩子虽然呢都表示没有意愿交往，但是你在之前选择了一个心动女生，你想不想要把她叫出来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不用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场下交好运，拜拜。我总在每个黑夜想你，就像自己傻笨。欢迎收看《相亲相爱》。那刚刚呢送走了我们的第一位男嘉宾，虽然没有牵手很遗憾，但是希望我们接下来的男女嘉宾能够交好运。首先有请我们的姑娘们把灯亮起。接下来的这位男嘉宾呢，跟他在一起相处呢，会每天都有好吃的，对，因为呢他开了一个餐厅。好，那具体的情况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我叫赵庆然，今年26岁，现在和朋友和我开了一家小饭店。生活中的我有些内向，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餐饮行业，和陌生人的交流很多，我也慢慢的变得开朗了起来。走出校园之后，我就踏入了餐饮行业，一做就是7年。曾经有过2段恋爱，都是因为钱的问题分手。初恋家里的要求我无法满足，第二任女朋友在今年餐饮不景气，我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离开我。我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只要你善良踏实就好。希望我们在一起就是一辈子。有请赵庆山。Hello， 大家好，我叫郑金山，26岁，居住于哈尔滨，现在从事餐饮行业。太紧张了，他都不敢抬眼看你们，发现了吧？我发现今天的男孩子们好像，截止到他为止都是比较内向的男孩子。对，就是那顾客来了，小伙你不跟他们打招呼吗？美女来了你不说一声吗？你好，欢迎光临。那你不盯着他看一眼吗？一般情况下不敢，对，不敢直视顾客。哎呦，已经有心动女生了是吧？我们来选择一下。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交流环节。3号，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拿手菜吗？具体拿手的没有，但是会做的很多。你这个在餐饮行业多少年了？8年。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我看你 VCR 说话那么快，你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平时也这样？不是，也因为我们原来有过那种游戏类型的配音，然后偶尔会切换改角色。你还做过游戏配音？对。哦，这个很牛啊！就是那种，比如说游戏主播吗？差不多。哎呦！哎，你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一段？1句2句就行。对，来吧，展示。那就是压死我吧。啊，好，来吧。他的台词我不怎么记得太清，但是有一句是面对疾风吧那种。说吧，来呀。没了。没啊？你刚才这叫配音呢？因为配音，但是你不得有点语气嘛？面对疾风吧，或者什么玩意儿，你不得有点吗？我们配音是有软件的，它不是，这就是靠自己的声音。靠软件后期再调出来呀。对对对，后期做的呀。对呀。好吧。经常玩这个游戏，那要每个亚索的风都吹成这样，那还打啥了？就是是不是？你会吗？你平时有接触过配音这方面吗？还好吧。给我们来一段，然后跟他 PK 一下，告诉他什么叫配音。风之化身，听候您的差遣。哎呀，这个好听啊，这声音啊。跟你的这个外表不太像，感觉特别温柔。好，那现在我们的7号有什么问题？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温柔一点就好。喜欢温柔不打你是不是啊？对。对呀，就是你能不能你今天我们的男嘉宾都是这种嘛，就是。但是小伙你跟上一个男生不一样，他一看就老实巴交，你吧身上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江湖气还是什么，你有。对，就你一张嘴，我以为是那种怎么有点大哥范儿的那种。对，他刚才在 VCR 里的那个，你听声音是会有点那种，对啊，就是有社会阅历，然后呢，感觉那个声音是干餐饮的。对，而且你的店是什么？是烧烤店吗？对，烧烤店。对，所以我就觉得烧烤店的那个店主一般都得是那种就场面上人。对对对。对啊，所以你看你长得也是那种，你怎么上来怎么就这样？对，说话一脸红。好奇怪呢。嗯。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紧张而已。我觉得就是私下里边他跟男的在一起肯定不这样。对。对吧？就是你碰着这么多姑娘第一次是吗？对。姑娘，那我问你，你喜欢这样的男生吗？就是跟你吧看起来是一路人，但是好像在一带出来就有点腼腆，不行。我不喜欢。你喜欢什么样的？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喜欢浪漫的，然后外向的，比较会聊的。你不像这种啊。我，但是我喜欢那种啊。就是你长得不是这种骨子里边小女孩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啊，我是啊。咋整？我外表不是。我以为你是个汉子。性格是，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浪漫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喜欢女汉子型的男生，绝对不会把你当小女孩一样宠着的。他把你当哥们儿、当兄弟的。那也行，但他前提是他得就有那个语言，就是我们两个能聊得来呀。我觉得他吧，好像不太适合当小女人来养，当大哥还可以。他说让你给他当大哥，就是出门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大风大浪，不是他保护你，你要说来，姐保护你，这个感觉的。对，他给我的感觉也是，我能保护他，他保护不了我。阅读大师，我会保护你，而不是你站出来保护我。这话说的还挺爷们儿。就是他男人这一面一点都不缺啊，就是腼腆，就是腼腆咋整？就是骨子里边没谈过那么多恋爱啊，就这个造就的。他是有两段恋情，跟我们讲一下你的两段恋情吧，是什么原因最后分手了？第一段是因为彩礼的问题。当时正打算创业，他家里要了12万，然后因为钱的原因分的。就是因为当时你是需要准备这个钱来自己创业的。我刚才听到有些女孩在下边议论，12万不多呀，你别忘了12万还有房子呢，我还得操办整个酒席呢，酒席现在操办不得10万块钱呀、啊，拍个婚纱照还得8000、1万呢，再出去旅个行又得3、5万呢，你这不让人家砸锅卖铁了吗？好吧，那这是你的第一段恋情，第二段呢？第二段可以不说吗？可以不说吗？这里边有情伤啊。对啊，感觉真的好像是因为有不想说的，我觉得肯定是有感情的伤害了。但是如果说不想说的话，你知道在场的我们的女孩子会认为什么？会认为你没有从这段感情当中走出来，她们会有顾忌，会不敢跟你在一起。过去好久了吧？对。已经走出来了吧？已经走出来了吗？应该吧。姑娘们，你们看她的表情，她已经快要掉眼泪了，她在忍着，她是个汉子，她在忍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再去追问了。她不是说不能说，她是觉得挺难受的。就像姑娘，你们要是有过一次海誓山盟的感情，非得逼着你说，你真的可能会掉眼泪的。所以你看小伙，马上我就再说就得明白了吧？不是没走出来，也不是还爱对方啊。你想以后还做餐饮商业吗？行业吗？我打算一直做下去。那你现在店儿是不是收益还可以？收益好的时候一天2万多，收益不好的时候一天也就是几千块钱左右。那就是能做下去。有的人干脆连房租都挣不回来，你让他做他也不带做的了。你包括这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大街上都是各种出队。你是一个现实的人吗？只能说生活比人更现实。就是我们想理想化，我们想不天天看钱，但没办法呀。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结婚以后，你会去选择在家里做饭吗？会特意去学吗？怎么说？如果为了另一半可以，但是我不需要学，因为我本身就会。而且家里边就有店儿。吃的还用愁吗？是不是？就是你没有什么拿手菜，但是基本的这个饭菜你还对，我基本都会。那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天天吃拌菜呀。我说的是家常菜，或者是什么？不是，你们误会烧烤店了。我有的时候上烧烤店，我说师傅你来给我整个什么菜，他也不是说不能满足你，只要我这材料有，是不是啊？对，只要材料够，什么菜都能做出来。主要是我上烧烤店上来的可能全是毛豆花生，不需要炒的是吧？我要是去你的烧烤店吃饭，你会给我打折吗？我只能选择不会打折，我可以给你免单。想要你要能嫁过来当老板娘就更好了。就是其实小伙子，你刚才这个话要是连起来说就更好了，就是快速一点。一般呢会说我不会打折，我给你免单，这样说你是不是马上心里高兴？但是中间断的时间太长了，我不会给你打折。不会打折，然后好像喘了好几口气儿才倒出来说这句话，是不是？以后大胆一点，自信一点跟女孩子说话好吗？好，经过了我们的交流，现在我们女孩子对我们男嘉宾的印象如何呢？请用灯表示。那今天呢，我们的男孩子也是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你觉得男生的性格是内向一点好还是外向一点好？想问谁？八号吧，外向一点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女生不是那种就是全都特别外向的，所以主要就得看男的外向。我要解释一下，有一些男孩跟男人在一起很外向很开朗的，能喝能谈，你想人家开饭店那还能闷葫芦吗？但是他见着女的就完了。这是一种好男人。好，来下一个问题，碰到内向的男生你会怎么撩他？这个问题你想问谁？三号吧。如果我碰到内向的男生，那就找一些两个人共同的爱好。这样吧，你也别说会怎么撩了，就现在这个场景设置好了，这就是内向的男生。对，你怎么撩？就你碰到他了，你怎么办？可以，比如说一起打游戏啊。他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不怎么想回答，因为他这问题问的，一开始就有毛病。那你说一下什么毛病？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游戏，而是为了生活。游戏不是共同点。我想说，但是除了平时，那你也得有业余生活吧？我的业余生活就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不是，那你每天除了在店里之外，那你回家之后两个人待着又没有什么事情，那你只要找点事情做。姑娘啊，你知道烧烤店几点关门吗？都凌晨1、2点呢。那他开店时间也晚呀。开店几点？9、10点钟？对，9点多。他得穿串儿啊。所以你知道吗？开店就基本上没有个人时间了。你不能休息啊，你天天都得开店啊。所以姑娘，你明白什么叫开饭店吗？就这么个生活。那如果就是像你说他是开烧烤店的，但是如果要是和他在一起之后，我并不想跟他一块儿看店，我只是想干我自己的工作呢。那你就上班呗。对呀、那我就有很多时间呀、完了，他觉得你俩没时间恋爱。那你就上店里边跟他练去呗。但是我也不能天天在店里啊，那你总要出来陪我吧。那让他关门啊。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男生的问题已经问过了，我们的女生呢对男生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最后你们将如何选择呢？请用灯表示。虽然说他们把你的灯灭掉了，但是这不是最终选择。我们的等爱席，我们的几位女孩有交往意愿的吗？女嘉宾会如何回应？广告之后更精彩。幸福过一生。那现在呢，我们男生的问题已经问过了，我们的女生呢对男生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最后你们将如何选择呢？请用灯表示。虽然说他们把你的灯灭掉了，但是这不是最终选择。我们的等爱席，我们的几位女孩有交往意愿的吗？请举手。好吧，那虽然说我们的女孩现在已经拒绝了你，但是最初你是选择了一位心动女生，现在要不要把她叫出来问一下？不需要了，因为她刚刚已经拒绝了。你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就是你刚才选的是几号？她在等爱喜。对，等爱喜。他叫什么名字？是天姿。对。所以你真的不要再试一下吗，天姿？我觉得你们两个对对方好像都有一点好感，只是不太勇敢。男孩子很好，抱歉我不太想。好吧，谢谢。希望你场外交好运，拜拜。拜拜。本节目礼品由黑龙江知名珠宝品牌哈东祥提供，悠悠黑龙江百年哈东祥，买珠宝首饰就到哈东祥。有请我们的姑娘们把灯亮起。这位男嘉宾呢，如果说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你对这个数字、对金钱不太敏感，那么完全可以交给他来进行处理。那他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大家好，我是宋乐，今年25岁，来自海伦，现在从事的行业是房地产和保险金融行业。生活中我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爱热闹。闲暇时间，我喜欢打打球，玩玩游戏。但是你要问我，游戏和女朋友哪个更重要？那肯定是女朋友，因为在恋爱中我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个人。大学的时候，我交往过一个女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多，感情很好。但是毕业之后，她选择了去外地工作，而我留在了哈尔滨。最终，我们只能祝福彼此。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和我一样开朗爱笑，我们的年龄相仿，最好各自也不要太矮。我要保护的那个姑娘，你在这儿吗？掌声有请男嘉宾宋乐。大家好，我叫宋乐，今年25岁，来自海伦，现在从事于房产、保险、金融行业。谢谢大家。首先我想说，在本期节目当中看到你这样的性格上来之后，我很欣慰啊，终于有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男孩子了。我们对面的女孩子们，你都看清楚了吗？要不要去走一圈再看一遍？得近距离的去看一下。行，近距离观赏一下。好嘞，来吧。看清了吗？看清了，对，非常清楚。你刚才有一个词儿说的不好，什么叫观赏？叫欣赏，对不对？哎，来，那现在请选出你的心动女生。好的，选择过心动女生，我们现在开始交流。我们女生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如果未来会选择异地恋的话，你会怎么选择？这个呢，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最好还是不要异地恋，因为呢，就是两个人不在一起吧，就是对着手机谈恋爱，没有办法这个相互温暖或者是相互照顾，这样就是我的建议，就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异地恋，就这样。嗯，所以你的这个上一段感情也是因为异地恋所以分开的是吧？对的对的，就是因为异地恋，所以说就是分开了，也没有办法呀。你好，男嘉宾，想问一下，你说你在恋爱中付出比较多，你这个付出是哪方面呢？是物质还是精神还是哪个层面？这个呢，都有吧。但是其实说是付出的多，但是吧，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付出的那些东西，就像是我提前下班了回家把家里的饭菜做好，如果那个屋子脏了，收拾收拾卫生，洗洗衣服。再就是提前看好日期，如果就是他生理期来了，把他所需要的东西提前备好。对，就这样。哎呦，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小伙这么说，还提前算好了对方的生理期，还把对方用的东西都准备好，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听到。姑娘们，没有这么细心的小伙了，你们自己会提前准备好吗？都不一定，你们自己会下个 APP 提醒自己过两天我该怎么着了吗？所以小伙你真的，我觉得你今天预感今天会有好的。没有你老公会吗？没有办法，咱这颜值也不行，只能从其他的地方来入手，对吧？所以就是我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就哪个女同事也没说我老公都细心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嗯。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当时你的前任去外地，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去？而且当时你有挽留他吗？有挽留了，但是因为他是家里给安排的工作，所以说没有办法，他只能去。而我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我大学刚毕业呀，我就是可以说是也不了解，来到哈尔滨也不是很久，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跟他相处，然后我到那儿什么都不懂，就是我感觉压力挺大的，我又够呛吧，能接受那个压力感觉。那你刚毕业了，其实都是要刚刚开始做工作创业的，其实到哪个城市不都一样吗？你还是选择了放弃这段感情。因为刚毕业的时候是跟着大学专业走的嘛，嗯，因为感觉当时的工资还有待遇感觉不错，所以说就是没有跟他去。哦，哎，2号刚才举得高高的。我觉得他挺矛盾的，他说他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然后当他女朋友去外地，他不愿意接受一个新鲜的城市，一个就是会带给他压力的城市，他不想去。姑娘，我得打断你，人家说了，人家哈尔滨已经有工作了，收入待遇都不错，但是他最心爱的人要去外地了，即便有工作，也可以陪伴一起去啊，可以重新开始啊。姑娘，在事业和女朋友，尤其是大学刚毕业这个时候选择，对啊，但是我说的是他比较矛盾。他说他愿意付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事业，尤其是男生。但是我觉得在爱情当中，我没看到他付出啊。我没有，你还要我吗？我没有看到他付出，就是在这个感情当中，他没有付出。我觉得这个话太刺耳，太难听。什么叫没有看到他付出啊？那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多数的女生不也都选择自己的未来了吗？不会啊，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人去外地，我会跟着他一起去。你这个叫道德绑架。不是。最后大家知道吧？大学毕业了之后，感情劳燕分飞的太多了，都是各奔前程。你凭什么就要求小伙子？但是最起码你在青春的这个年纪，你为了你心爱的人，你想跟他在一起，你为他去做了一些改变呀。即便最后也没有在一起，那是你的青春，你最起码付出了。我只想说，如果一个小伙子为了爱情啥玩意都不要了，他是傻瓜一个。我喜欢。来吧，现在小伙子，刚刚陈峰和二号女嘉宾已经因为你的事情有了火药味了，你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感觉我为什么没有去啊？一是因为工作，二是他家里都给安排好了，到那儿我们也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而是我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有固定的地方，而且他那个地方是我进不去的，所以说。对，就是刚才二号女嘉宾吧，她就始终强调男生应该有这个魄力，给我做出这么一个表达。最后你一事无成了，可能我也愿意，但是往往生活是现实的。如果小伙真去了一事无成，你信不信肯定黄。我为了你，我放弃了一个我现有的很好的工作和前途，然后我去了之后是一个前途未卜，那为什么要这么选？所以我说那是傻瓜。你好，我想问一下子，你当时毕业的时候薪资是多少？就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的工资是将近1万，但是它不等，有的时候1万多，5000到1万3不等。在哈尔滨1万多，对，这很高啊。那太好的工作了，我第一个月工资才1700。你现在呢？现在是多少呀？现在没多少了，现在就是因为受到行业影响了，是吗？是这个原因吗？对，因为之前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保险和地产，现在之前是房产评估。如果以后你的女朋友就是想就是她去买一些就是奢侈品首饰啊，然后那个皮包啊，然后一些名贵点的东西，你会觉得这种是一种拜金的行为吗？不会啊，只要是在咱们力所能及或者是金钱的，就是说我有多少钱嘛，在我有的这钱你可以随便去挥霍，就这样。随便挥霍也不行。就是正确的三观，姑娘，就是举个例子啊，你说我没有这个手包像样的，我想买一个，我也买不起那种十几万的什么限量款，我就买个1万来块钱打个折7、8千，我有一个就行了。但你不能3天2头老惦记。那我这个月有了这个，下个月我惦记那个，那谁养不起你？做的时候你会怎么说服顾客呢？就像卖房子的时候吧，就是你是我的顾客啊，我就说，你看啊，老妹儿，咱俩岁数都差不多是吧？然后你看这个房子这个户型又是你喜欢的，是不是？这个位置更不用说了，近邻市中心，附近还有地铁、学校、中小学校区房、商场。最主要是什么？这个价钱它低于市场价。这么好的一个房子，说实在的，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有钱，当时我就给他买了，对不对？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咱们不去考虑考虑呢？那你现在有房子吗？没有。如果女生在来那个亲戚的时候不是按规律的来，你会怎么样做？这个我应该就是先查一下为什么没有按规律来。按理说它不都是正常的吗？就是大概都是那几天吗？小伙你还真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问妇产科医生吧，我哪知道，我一个大小伙子。他的意思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在饭店吃饭呢，然后突然之间我就这个样子了，然后那你应该怎么去帮他解决？就这个时候让他很尴尬，可能已经比如说，把椅子啊弄脏啊或者之类的。这个时候就是先安抚的，告诉他不要慌，这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人之常情啊，对不对？然后假如说我穿了外套，先给他围上，然后我去拿点。注意啊，他说了，我先把衣服给你围上。然后去买纸巾，还有他需要用的东西，然后回来一块儿去扶他到卫生间，然后我把他就是椅子上或者是怎么的东西都收拾好，就这样。这个男生真的太细致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不应该给他点掌声吗？多好！总之，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男生。我也没见过。是吧？这不就见着了吗？还有谁想要问七号？你介意你的女朋友耍小性子吗？就是没事的时候发小脾气什么的。这个小性子不都有吗？那你耍小性子，我就不能当做耍小性子，就当你撒娇好了，怎么样？那如果就是你们两个发生矛盾了之后，就是不管是他有的时候可能有理，有的时候没有理的话，你会怎么做？那正常两个人在一起不都说了吗？我付出的多就是你的错也是我的错，我的错还是我的错。哎呦，那你就是处过几个女朋友啊，然后才得到这么好的经验呢？就大学一个。那你这女朋友挺能作呀，一个女朋友就已经管得挺好，就是叫什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是不是啊？反正你别管我谈过几个，我就承认一个。那现在呢，就是你跟之前女朋友就是这些交往啊，现在呢你是一个大女生眼中的好男人，是因为你做了这么多，但是女生呢还是跟你分开了。那在之后你还会继续这样做吗？只要是不异地，其他的我感觉都不算什么重大的事儿吧。就是你觉得我付出了有点白瞎了哈，这个尽了那么多的心血，最后啥玩意儿也没换回来，没事儿，无怨无悔，是不是啊？对啊，这个都是都在一起了，还要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贱呐，他就是有点这样的。没，人家这个叫对待自己的爱人一定要是放在第一位，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这样的年轻的小女孩就得找这样的呀。是。我就是我跟你撒100次娇，我跟你随便耍100次脾气，你都不跟着我计较。对。上哪儿找这样？你让我，你给我来2次，我就得给你怼回去，是吧？但是你看人家这小伙多好。能不能接受这个女孩子年龄会比你大一点呢？没事儿，你叫什么女大三抱金砖，你抱2块呗，没事。干这个都好，就是年龄不是问题，是不是？对。好的，那有请我们的女嘉宾，用灯表示你们的想法。非常好，嗯。哎，我们之后呢，男嘉宾也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到大家。你认为两个人的共同语言都体现在哪方面？想问谁？6号吧。能一起有愉快的兴趣爱好，嗯，然后剩下我感觉没有什么。下一个问题，你有过迷茫的时候吗？你是怎么度过迷茫期的？想问谁？子月吧。也有过迷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肯定是谁都有。但是我迷茫的时候吧，我就会想着这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就让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实在是真的迷茫的时候，实在是找不到突破口。你不需要男朋友给你一些引领和指引吗？我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听取就是过多的别人的意见，我还是更喜欢就是我自己的人生。老腰子可正了，不想听别人意见。对，像这种时候，就比起你告诉我要去做什么，我还是更喜欢你能安静的陪着我，让我高兴一点。这时候陪你打吧英雄联盟就得了，行吗？行，对。来，下一个问题，生活中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想问谁？1号吧。开朗，我比较开朗。看出来了，比较开朗。刚才就一直在笑。是他从我们节目录制之前就一直在笑，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在笑什么吗？我有喜欢的人了，在这儿。你在这儿有喜欢的人了是吗？对。哦，这个好像有一点小。哟，你知道我刚才跟那个2号，我们俩在唇枪舌剑，我以为他在旁边看热闹笑你。啊，原来你是看着男嘉宾在偷摸笑啊。哦。哎呀。现在属于是有一点像小表白的意思了吗？好吧，那现在我们场上你看啊，自从我们3号男嘉宾上来之后，我就发现我面前的女嘉宾们，包括我们等爱席的女生们，每一个都是这种有笑脸在，然后就是像花一样的这种，所以看得出来大家对我们的男嘉宾呢印象非常的好。那现在请用灯表示你们的想法。什么情况？我还以为会有好几盏灯在。现在呢，我们的1号已经选择为你留灯了。那我们的等爱席还有没有女孩子想要尝试着跟我们男嘉宾交往一下吗？有意愿吗？来，有请。那在我们现在为止呢，已经有2位女孩子选择为你留灯了，而在最初呢，你还选择了1位心动女孩，你想把她叫出来问一下原因吗？既然灭了，可能就是有她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好，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2位女孩子和我们的男嘉宾到表白区。现在呢，2位为你留灯的女孩都站在了你的对面，那也请我们的女孩子对男孩子说一些表白的话，毕竟你们已经形成了竞争关系了，是吧？我跟对他挺有眼缘的，而且他比较细心，我平时也比较马虎，我觉得他挺适合我的。我觉得吧，刚刚他回答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他可能会就是说，不是说那种不会为了别人而改变的那种人，对吧？所以我想，还觉得他蛮阳光、蛮可爱的。我希望有一个机会能跟他一起打拼。就这些。男孩子听过了2位女孩子的表白，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那先问1号吧。如果就是我要去南方的话，你会跟我一块去吗？会。不需要再问了是吧？好的，那现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了决定是吗？对的。好，给你最后5秒钟的时间，如果你喜欢谁，就请去牵起他的手。男嘉宾会作何选择？广告之后答案揭晓。陪我幸福过一生。不需要再问了是吧？好的，那现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了决定是吗？对的。好，给你最后5秒钟的时间，如果你喜欢谁，就请去牵起他的手。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爱情，相信这就是一生的天。好，恭喜！那也请我们的女嘉宾回到座位。恭喜2位！恭喜2位牵手成功啊！哎，这是哈东翔送给你们的一个礼品，对，一条项链。我们的男生可以选择给我们的女孩子戴上。女孩子现在是止不住的笑容啊！我的天呀！那你们2个呢，今天成功牵手了，也希望呢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你们能够彼此珍惜，好吗？再一次恭喜你们，来拿好你们的东西。现在你们2个应该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有没有想到？牵手呀！你那手就直接放到人家手上，你还能让姑娘自己放你手上吗？2个人都不要那么害羞，都勇敢一点，因为你们已经牵手了，好吗？好，来，拜拜。哎呀，真的是非常开心啊！今天终于是有一对牵手成功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男生女生，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寻找真爱的话，一定要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这样可能你的幸福才会来临。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下一期的精彩预告，拜拜。